近日，美国空军发布了一组照片，展示了第507空中加油联队的 KC-1352 加油机的训练场景。据报道，该机在安克雷奇机场进行了地面保养维护后，在阿拉斯加上空进行了加油训练。KC-1352 采用了数字化驾驶舱，正中间的大屏电子仪表盘十分显眼。KC-135 空中加油机是美国波音公司在为美国空军研制出 C-135 军用运输机基础上改进而成、发展而来的一种大型空中加油机。KC-1352 空中加油机机翼下装有四台喷气式发动机，最初采用 G57P59W 涡轮喷气发动机，单台推力6236公斤，总推力24944公斤，机体可分上下两个部分，上部。